着暗阳花唱歌，暗叫咱的石盘最欢喜的声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暗伊最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也过隆重的上帝。这时，咱做阵来唱圣诗，圣诗第169首。圣诗第169首，主耶和华至尊至大，主耶和华至尊至大，就呼召伊的名，呼召万民。Thank you.
我拍破就欢喜，替我拍破就欢喜，予我避伫你内面。你受伤才白地开，嘴腔流出血甲水，两腔狂嚎我拢爱，谢罪洗心。Thank you.
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伫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恁的心无伫废话，恁着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伫我地假有真多出客，若无就我已经甲恁讲啦，因为我去是甲恁预备所在。若是甲恁预备所在，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，予我所伫地下。恁也伫遐，我所去的所在，恁捌去条路，都嘛甲伊讲，主啊，你去的所在，阮都毋知，呾会知迄条路啊？耶稣甲伊讲，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就无人就有地。恁若已经捌我，就也捌我的地。当了后，恁捌伊，也捌看见伊。我上帝话，真做咱下一个灯，落一个灯。这时，咱要邀请圣歌队。